重新做人啊，大部分都是讲说哦，就是哎、欸、还不错啊这样子。努力很多了哈。对，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不适应。对。变化习惯对。可以啊。这可能应该要问他们。很感谢，就是前东家他们祝福我，那也希望说我自己可以努力，就是更好，重新做人啊。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希望说就不要那么避暑，多多跟大家打招呼啊。有人理你吗？有啊有啊。拍下来觉得跟您是最大的差别，一个在林口，一个在内。三年前大概多久的演戏？差不多两年半吧。所以这段试用期，你会担心说被刺死，或者被编剧写其他走向之类的？我觉得不会啦。这次看就是出来演出一个多礼拜，那我看一些评论，大部分都是讲说哦，就是哎、欸、还不错啊这样子。努力很多了哈。对，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不适应。对。变化习惯是吗？对，既然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，那别人去讲。我觉得也是应该的，那也希望说大家就是在网络世界上面都可以，更温柔的对待每一个人。可以啊，我们最近刚搬家，房贷就比网络上面那些话还要重，一个月可能要缴大概快五万吧。名字哦。你说那个建案的名字、啊、不是房子挂谁名下？哦，房子是挂我太太的名字。事件发生之前，如果是时针的话，然后现在夫妻关系大概几分？所以爱有几分，可是你不停的疑问。难打分数，大概就是《捍卫战士》一跟二这样，都还蛮好看的这样。对，一开始可能真的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争吵那些，我觉得都是有发生，都是有发生事情之前跟现在，我们的夫妻生活虽然跟以前不一样，可是也没有说以前就一定比较好。夫妻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情趣啊？买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啊，咖啡在特价的时候帮他买了几十杯、几百杯这样子。一定要特价吗？特价这样比较划算啊。一直都。不是啦，这可能要问他们当事人。我不是原告，我也不是被告。就我所知道，就是这次事情已经结束了啦。啊，他们也希望说，就是这些事情就过去了，大家后面就是各过各的生活这样子。大家可以回家了。